我们的联谊。你们有奶油内馅粉吗？我们有卡士达粉、克林姆粉、香浓卡士达粉、克林姆奶油内馅粉、少糖花式卡士达粉。这么多怎么选？新手客户常常烦恼不知该如何选择，以下为大家介绍这两种的差异以及最适合的搭配。天意卡士达内馅粉颜色偏黄，若添加牛奶颜色会较白，奶香味浓郁，甜度较高，适合搭配外皮甜度较低的点心类，例如红豆饼、果子烧。天意克林姆内馅粉颜色偏乳白色，奶香味浓郁，甜度较低，甜而不腻，适合用于外皮甜度较高的点心类，例如鸡蛋糕、铜锣烧。内馅粉怎么做？将预拌粉与牛奶、水依照比例倒入搅拌缸中，利用球形搅拌器以慢速搅拌一分钟，刮缸，将底部与四位打到的粉刮下搅拌，最后再转快速搅拌约三分钟，直到呈现光滑状即可。你们的奶油内馅也能做出爆浆的口感吗？如内馅要呈现爆浆口感的话，只需将牛奶的量增加，稠度调整到自己喜欢的稠度即可，但需注意内馅流动性愈好，蛋糕体的外壳可能较容易塌陷，请客户自行斟酌。